现在我们来到这一个 supermarket 一下。看到鼠的吧，就想要吃鼠的吧。等等，问题是我们已经吃饱了嘞。Oh no， 没有运动，竟然还要吃。哎呦，这次我高辣了咯，跑步不要跑，还要再来买吃的。又要买？这个不健康。不健康。哎呀，像全部的东西都不健康了。你要控制了。太动了。你在讲什么？输的吧。现在要去跑步 ，Let's go。走走走！我还没有吃，我很饿。刚才已经治疗。